好，我们看一下这里哦。他说 tangent 减掉 cotangent 平方，减掉 tangent 加上 cotangent 平方怎么算？哎，老师想请问一下，有没有学过 a 减 b 的平方？有没有学过 a 加 b 的平方？麻烦你把这边乘开好不好？老师想想 a 减 b 的平方乘开自己 a 平方 tangent 平方减掉 2ab， 这样行不行？加上 b 平方 cotangent 平方，这样行不行？后面再减掉一样 a 加 b 平方 a 平方 tangent 平方加上 2ab， 好不好？你就是照样把代公式把它乘开，加上后面 b 平方 tangent 平方，这样行不行？写到这边时你观察一下， tangent 平方减掉 tangent 平方可以消掉，可以。 cotangent 平方减掉 cotangent 平方可以消掉，可以。所以说我们剩下中间这个这两个，有没有？那其中 tangent 加 cotangent 乘 cotangent， 哎，这样什么关系？导数相乘是几？一。所以说负二乘一就是几？负二。这也是这样， tangent 加 cotangent 什么关系？导数相乘是几？一。二乘一是几？二。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答案算出来是负二减掉二，所以说答案算几？负四就出来了。可不可以？可以哦，麻烦你把这边看一下。